咱聊个什么话题呢？这个你说这个多伦多这个地方啊，嗯，巨无意，是不是？嗯，尤其是在当场。对，前一阵儿有一个粉丝朋友，嗯，老年人了，嗯，这上了岁数了，嗯，也是刚刚从温哥华搬到这个多伦多来，对，人生地不熟，嗯。结果呢，他买那个公寓啊，嗯，那个喷淋就是洗澡的那个淋浴，嗯，呵，那个件儿啊，非常难找的一个件儿，嗯，这个是欧洲产的，外面看不到品牌，这是欧洲产的，不知道啊，也可能中国啊，那中国转欧洲那有可能，我老觉得像这种东西好像。大部分都是中国产的，是，不管怎么说吧，反正就是那个件儿坏了，然后也喷不出水来了，嗯，结果呢就怎么找那个件儿找不着，对，嗯，很麻烦，嗯，然后呢他先后找了两个管工师傅，嗯，其中一个管工师傅呢是香港人，嗯，跟我岁数差不多，嗯，是吧，很稳重，嗯，去了以后呢，说哎呀，等着吧，我们去定价，嗯，然后再跟他这个 email 啊，或者是发短信，啊，嗯，人就不回了，嗯，就不搭这茬了，嗯，也不说定着了，也不说定不着，嗯，然后呢就一直拖着，后来这人，这个粉丝一直解决不了，嗯，心烦意乱啊，嗯，哎，就想起我来了，嗯，找我，就是跟小马哥说一下。嗯，对，也是碰碰运气哈，对，不知道人家能不能会不会修。对，嗯，我呢就过去了，过去以后就讲这个过程啊，反正是刚开始物业的人信誓旦旦，我这个必须找他们，他们认识的管工，这能动那能动啊，对，他们能修，嗯，别人都不行，嗯，我得了，那交给他吧，跟他说完之后，转头来呢，他找了管工，也修不了。也找不着劲儿，嗯，最后呢又找到我了，嗯，我就大概打了一圈电话吧，嗯，打了七八个电话，小马哥真是哈认真地查询呢，一个电话打问呢，对，最后有一个呢很不耐烦啊，那个店员很不耐烦，嗯，说啊你找我美国的件儿我们这儿有，嗯，我们这儿坚决不做欧洲的件儿，你找 Tapes 吧，嗯啊 ，OK， 嗯啊，就是很不耐烦，嗯，哎，但是虽然他不耐烦吧，他指这个方向非常正确，哦，嗯，我到那个 Tapes 一看呢，啊，就是原来那个 Hosley， 嗯，哎 ，Hosley 呢，实际上是这个连锁是吧？连锁，嗯，在萨斯卡通呢，实际上我们买这个各种管件，嗯，也在 Hosley， 对，你也去那儿好像哈，我去过一次，对，结果一打电话呢，一说啊，这个 Vernick。嗯，那个这个 cartridge 啊，他那马上告诉我，我们这有，嘿，嘿，找对了人了，找对了，嗯，嗯，然后呢，我就开车去到他们家拆一下旧件，嗯，然后到店里头，嗯，再买了新件，嗯，再开车去他们家换上，嗯，这个过程啊，嗯，总之啊，每一趟都是。将近一个小时，哦，这么堵车啊，是这个多伦多这交通真是啊，没准儿，对，后来我就总结，实际上在这个
多伦多和温哥华这样的大城市，嗯，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，嗯，第一个经验啊，嗯，就是你要买这种淋浴，嗯，最好不要买这种怎么讲特别高档的啊，你太高档了以后啊，你发现你找不着配件，是只有一个地方买，嗯，但是这个地方呢往往离你很远很远，独家经营，哎对，这样的话呢管工师傅他就不愿意接这活，是啊，他路上主要耗费时间太长了，我算了一下，我来来回回去这个粉丝他们家，嗯，对吧，这个时间数加起来可能得有去了好几趟嘛，你想想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去了、嗯、去了四五趟、嗯、这四五趟加起来已经是有这个一天的工作量八小时了， 嗯， 嗯，如果是算钱的话，那师傅给他算钱的话，嗯，那你怎么算啊，嗯，对吧，你按那个管工的那个小时人工费，嗯，哇塞，那收多少钱，光路上跑的这收的已经快1000块钱了，贵了去了，修这点东西，对啊，还不是全换新的，它那个件儿呢又奇贵。所以为什么那个他找了两三次管工，嗯，包括物业的，嗯，都不愿意搭这茬儿啊，啊，就是因为件儿太难找了，一个件儿太难找、嗯、很贵，对吧、嗯、买了俩件儿一共花了将近400块钱加币，哦呦真够贵的啊。再一个呢，你这个来回的买这个路途太遥远，对呀、啊、不值了，人家做这个、不值了这单活儿，本来啊挺简单的一个事儿是吧，嗯，买个小配件给它换上、嗯、甚至有些配件呢，你像人家在这个保修期甚至保修期外的，你要去那个 Home Depot 好像都白给你哈，白给你直接换回来就完了，哇、啊哦、这个高档的件找买不着啊，嗯，所以呢师傅也不愿意接这活，为啥不愿意接这活，麻烦不说，嗯，挣不着钱，对，然后人工费一大堆，嗯，然后要高了不是，要低了也不是，对，所以呢、嗯，所以他这个就为什么没人接我就明白了，哦，这也就说明一个问题啊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，在多伦多和温哥华这样的城市，你做这个电工管工啊这些工作，嗯，也就方圆5里10里这个范围内能做，你得有范围，你再远了就不能做了，对，否则这个路上因为堵车的原因，嗯，这个费用就太高了，交通太不便利、啊、你一天好吗，干不了一单活那你就喝西北风去吧，就挣不着钱了，对，是不是，再一个，在这个多伦多、嗯、温哥华、嗯，除了这个注意，这个距离是吧？对，经营的距离不能太远。嗯、对。再一个，有的活儿真的，他没办法，他就得挑。嗯。那不挑不行啊。嗯。是不是？是。你像有些活儿，确实是他就是这个件儿太特殊了，你买不着。嗯。你要么去网上订。要么去别的地方很远的地方买，对，这就得耗费多少时间、啊、所以他这种我也觉得他就没必要再接了，对、没有必要再接了，对对，所以好些人来到多伦多以后就问啊、嗯、如果作为一个新移民啊华人，嗯，我们住在哪儿比较合适啊，嗯，那肯定啊，你住在这个小镇啊，小镇是最合适，对吧，如果不是在小镇，假如在市区里头，还喜欢市区、啊，那你最好住在万锦啊、家宝这附近。为什么呢？非常简单。嗯。因为就方圆这块地方，对。对。嗯。师傅上门也便宜，然后那个给你修呢，找配件也便宜。再一个呢，
人工是吧，他华人收的也偏低一点。对，你到了，说的对，你到了一个白人区是吧，嗯，那人工费呼呀呀就上去了。对，那而且这个没有充分竞争，啊，他有的活他就不给你干了。最后在小马哥的帮忙下呢，反正把这个问题顺利解决了。嗯，买了件儿给他换上，那个护腕还不大好换呢。好家伙，因为他那个太高档了，里头非常复杂，是吧？啊，你想想，光开关，然后一个是就是控制温度的，一个控制开和关的，嗯，另外一个是分配，是吧？是往下水往下流。嗯，还是通过喷淋，还是通过那个小的喷淋啊，那个三相法，哇塞，非常复杂，是吧？幸亏碰上小马哥了。如若不然，如果我不给他修的话，然后他就会这个请人师傅就把里外重新换了。嗯，凿墙吧得。凿墙、哦。然后这一趟花费，你这加上那个砖什么的，你重新贴了。哎呀，那贵了去了。对吧？那你得上四五千了。哎呦。啊，所以这个真是。老两口实际上岁数也不小了，嗯，这孩子都挺忙的，也顾不了这个，也不会呀、嗯、对，哎，就是等于是通过我这一帮忙的，反正把这问题解决了。嗯，但是也反映出什么呢，嗯，这多伦多呀实际上真是很多事情不方便，做生意也好，你要根据这个多伦多市的这个特点来设置自己生意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怎么进行合理的分配时间和管理、嗯、啊，这还是挺重要的。哎，很重要的。嗯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在萨斯卡通也好，你去一个地儿十分钟，对呀、啊、最远20分钟了，解决了，到了，是不是、哦、对呀、啊、你一天干几单活，对，该怎么收钱怎么收钱。哇塞，这可不是，这你要离得远了，好家伙，这一路上光堵堵死你，对，你来回俩大小时。嗯嗯，好家伙，可不闹着玩的。对，嗯，好啊，今天这个节目啊就跟大家聊聊啊、在多伦多啊有很多特点，对，做生意也特别做生意，包括这个维修啊、住房啊这些特点，大家都知道。嗯啊，这个跟中小城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跟小镇不一样，城市大了、啊、很麻烦，对，真的很麻烦。你就这一个方圆几里，你做生意行，是吧？尤其这种维修的这种哈，对，嗯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，欢迎关注点赞，嗯，拜拜，拜拜。